老 K 啊，今天你想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说。你什么都不想说？哇，他这个太直接了吧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就由我来说吧，好吧？大家好，我是王一林，这是。你不是不想说吗？真是的，不想说。我是 KK。好了，去吧。Okay, 你去开心去吧， okay, 好吧。Okay, bye bye,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房子，位于Proepsct。别发脾气啊，说你两句就发脾气。这个位于八单元17号 James Street Proepsct， 一个双砖的两层的 townhouse， 8号，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。长话短说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好，走到了我们的一进门的一个客厅，这个客厅呢是独立的客厅，地毯是全部重新铺的地毯，那么墙的颜色呢也是这种比较偏白的，那么呢比较简约的这么个风格。大家要记住，这套房子是双砖房，双砖房永远结实，而且永远不会闹。好，走到这边来呢是我们的厨房，很明显呢 KK 对今天的视频不怎么感兴趣，那就我给大家讲吧。这套厨房，说来就还来了哈。这套厨房的隔壁，好，走到这一个位置来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餐厅啊，这个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，那么和客厅呢由一个楼梯道给把它分开，日常生活中呢也不会显得拥挤，而且呢油烟味也不容易串到客厅去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楼下的车库和洗衣房，你要么你就说话，你要么呢你呀真的是不招人省心。这个楼下有一个厕所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很多 townhouse 都只有一个厕所，我们这个呢有两个厕所。哎呀，空间感嘛还是很足的。好，走到这个位置呢就进入我们的车库了。哎，你跑到车库里来了。这个车库呢是一个加宽的车库啊，这个宽度呢超过一辆普通的车子，那么比如说侧面上下车的时候不容易把车门给碰到，还是很好的。好，从我们的洗衣房走出来呢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后院，这个后院呢说大不大呢，说小也不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是在拐角的地方。哎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不是明明把你锁在了那个花好，带着你的花，进去吧，帅哥，你天下你最帅。这个我们这个位置呢，不但是有一个拐角的位置，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里走到房子的前面去，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算是工具房也好，储藏间也好，啊，带锁的，你们带窗带锁的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可以在这里边做自己的一些工作呀，放一些东西都是很方便的。好，现在上楼。老 K 啊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拍这段视频呢？要的，咱俩得一起拍啊。来吧。对，干嘛？不要。爸爸，再见。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啊。好，来到我们的主卧，一共是两间卧室，这是我们的主卧，大家可以从尺寸上看得出来，主卧呢是非常的宽敞，还带我们的这个遥控式的风扇以及和灯，好吧。那么呢这个空间感呢是非常足的。这是我们的主卧，现在去看二卧。哦，对了，不要忘了我们这个里还有一个分体式的空调，在二楼一卧和二卧之间的位置，好吧，冷热都有。好，接下来这是第二间卧。不要，你换一间房间去吧，你别跟这折腾我了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我看一看外边的风景也比看你要强啊。好了，他走了，咱们接着聊。第二间卧室，尺寸呢也完全可以啊，放一个双人床，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OK， 好了 ，OK， 没 OK 了 ，OK 了，去吧 okay, 去吧 okay, okay, 去吧 okay, 没有，那去吧去吧去吧。Yeah, okay. 这就是第二间卧室，也很宽敞，也很亮堂，还有一个大窗户。现在我们去看浴室，他不在。
来到咱们的浴室，浴室呢很简单，一个洗澡的，一个泡澡的，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正常的厕所了。所以这套房子呢是一个浴室两个厕所，感觉非常的好。行了行了，我们反正也已经聊完了，好吧，这个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我们是 Professionals 房产的，我是王一林，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这个疯子是 KK， 咱们下一次再见。